万丽海景酒店 Mirage Bar and Restaurant 的半价下午茶又来了。现在至九月尾，阳行新信用卡可以半价优惠享用芒果狂热夏日下午茶，截咗之后每人只是需要99元咋。一起看看有什么好吃啦。这一排香港人成日行经湾仔，可以来下万丽海景酒店 Mirage 吃个 tea。Mirage 位于酒店一楼的大堂，可能因为楼底高不算嘈吵，亦都有自然光，坐落都好舒适。但是因为中环湾仔绕道长期修路的关系，虽然有海景，但是大家都是专注翻嘢食嗰度啦。今次这个下午茶 menu 有11款嘢食，连一杯嘢饮，当中咸点有4款，甜品就占了7款。饮品除了普通咖啡茶，还可以选择香茅柠檬茶或者是香桃冰茶，又或者可以加20元试下去的芒果特饮。我们选了香茅柠檬茶，其实只是普通柠檬茶再加香茅糖浆，香茅味不算很浓，而是很新鲜的味道，加入柠檬茶到饮层次不是很够，尤其是肠味太薄了，不过都一时无妨的。好，正式看看个下午茶有什么吃先。造型没什么花巧嘢，普普通通都是3层的 T 恤。先试下底层的咸点先，这个叫布袋芝士芒果冷汤，不讲以为是甜品啊。不要看这杯仔细细只，真是有齐 menu 上写的布袋芝士、车厘茄和罗勒叶。话就话是汤，又不咸又不是很甜，除了芒果味其实都没什么味的。这个是大虾车芒果沙律，这虾烧到很香，很浓的炭烧味，加上切碎了的青芒果、辣椒、芫荽和淡淡的青柠味，非常之开胃啊。这一只好像叉烧酥的咖喱泡芙，上面加了一粒仔芒果酱，两面切是咖喱薯仔，挺酥脆香口的，不过咖喱味盖过了芒果酱的甜酸味咯。火腿芝士手指三文治永远是 T 色的鸡肋，光真真没什么好说啦，是不是？开始进攻第二层的淀粉质系列，先试下个芒果杏仁松饼，放了一排算不错的了，不过始终不够文华东方好吃，跟埋啲 cream 啊同埋啲果酱呢，就再吃不到任何芒果或者杏仁味了。试埋个朱古力寒梅松饼，朱古力味不香，仲简直干到离晒谱啊，一啲都不湿润，如果冇有红梅加翻少少水分的话，真系啃不落咯。好，终于攻顶了，我哋大部分都是黄冚冚的。先试下这个比较换味的柚子饼，辉叶硬掘掘我就不吃了，这个做到成个柚子咁样的甜品，外面是白朱古力味，然后是白色慕斯包围柚子夹心，都挺好吃的。然后再是招牌的万丽芝士蛋糕，其实个芝士蛋糕是不错的，但是如果算埋个 logo 就有点苦了。试下放在碟中间的芒果乳酪慕斯先，除了酸度爆之外呢，就真的没什么特别了。这个是夏威夷坚果芒果挞，上面是芒果朱古力 cream，下低咧就是芒果味的甜酸酱，不过夏威夷果仁咧就唔多个啦。呢个都算是咁多款甜品当中我是比较中意嘅。食埋碟上面最后一道甜品，芒果热情果马卡龙，颜色好鬼靓，味道唔使讲啦。马卡龙系好甜好甜好甜嘅，而热情果味浓过芒果味好多喎。最后是 menu 上面写着 addition 的芒果布丁，亦都是整个 T 恤最好味的 item。 这个用 martini glass 装着的芒果布丁，插着一片绿色的白朱古力树叶，面头是新鲜芒果粒，中间是椰汁糕，下低先是芒果布丁，超级消暑超级正啊，为这个 afternoon tea 做了最后的压轴。这一餐虽然不是很有惊喜，但是99元就可以探到酒店的下午茶，又怎可以错过呢？嗨，多谢你们看我这条片啊，
记得俾个 like， 订阅我呢个频道，同埋揿埋隔篱个钟仔，到时即刻通知你哋有新片出。我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仲有其他分享噶，再唔系都可以去重温住我之前啲片先啦。我哋下次见，拜。